ったな。不知道那个小王会打的怎样。走错路。我打完了。看一下，就是没有眼睛，没有嘴巴，没有鼻子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哪一个？没有眼睛的。我有素颜开台啊，你们可以去看我的 VOD 啊，大家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就是都没有。好、哦，怎么觉得很可怕？鼻子，我会不会一下就死掉了？我可以在打了中途换枪吗？该怎么打？有什么配包啊？跟大家聊个天，虽然是小王，可是我觉得好像最终魔王的感觉。让我喝一口水。
怎样？该不会我还要自己去开那个关吧？我要自己开哦，你不会自己出来哦？他不会自己出来啊！你这太懒惰哎、欸！他流汤了哎、欸！你怎么快就死了？嗯。你真的死了？你不会骗我吧？不是、啊。他怎么这么快就死了？要按钮吗？哎、欸，哪里的阿鲁？好像发生了什么事？好像有什么铁跟石头制成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还烂了啦！我真的觉得，我真的准备了很久，看一下哈。我说什么东西？哦，后面有这个文章，所以可以插到那个阳台那个里面，对不对？八角形的文章中，八角形的盾牌吧，中间有文章。是我啦，是我啦。我记得这边，我子弹我好像捡过了。对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还有？好多、哦，我有好多散弹枪子弹哦。Hello。所以这一把零的散弹枪就可以不用理他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要去那个嘛，
去那个阳台把那个把这个徽章放进去，对不对？有个小天使的阳台。我被称赞了，我被称赞操作得很专业了。散弹枪应该可以先收起来吧。对吧？所以我现在是不是要去那个嘛？要去插入那个？台主在睡觉。对嘛？我现在要去那个花园小天使那边插徽标志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没有去日本大和民？因为我有事，所以就没有去了。为什么徽章没有用？这不用先插吗？宝石可以换子弹啊！我知道，宝石要插在那个老虎那边，对不对？看一下烧尸体好了。我那个老虎那边，青色跟黄色的光芒那边还不过。